似乎落伞速度是不及前方的南岩一队的，那南岩可能又要有一个先落的优势了。突然落人了，没枪，我没枪，我有枪，又倒一个，你们守机站，我过去打的。OK， 下前面倒了一个，补落件吗？牛逼！这叫一队带一队，还有，楼上还有，来啊！给你们加药了。OK。我回来了，一个又落下了，一楼，不下，没子弹了，拿肩，来，机这个，放弃了战斗机秒射，你们换机渣，我们怎么不拿呀？我来了，又来了，一楼。小子，牛逼！这不把第一名队伍随便打吗？这不是，我这有人啊，有危险！哎，外面，快补人！这边有人头，快！有危险！快出来！我精准标，看到没？看，补了！哎，我好被 K 了！哎呀，你从我这边出去就好了。导演，回来！不打！你回来！还有一个，我自救，补刀回收进来。听我说，把这边打了。前方有危险。这里面有一个，看我，看这。来人呐，我这边。OK。我把这补了。又落了。加，上，快！哎呀，没事。倒了。哎，我能飞回来。我直接起飞。啊！下去一个，闪电击散。梁又来了，梁又来了，把我们丢投掷物了。我脸上，六级可以打，给他干了。好。不行，我脸上。这位再倒一个，前方有危险，能去补吗？我呢？不掉，先让奶瓶生死，奶瓶过来。来，是，加，我这边，你去补。我操，淘汰王，还有谁？其实，在整个超级中心里面，南岩他们这一个队伍目前来看韧性很足啊，一直保持满编。落地站一边，然后他们不会特别冒进的冲到某一个方向。这边有一个哥。追上去一个，花臂。他打不过我，没事。他大三，他要掉，牛逼，完了，等一下，我先下来。哎呦，这就不管他，你治疗吗？给我丢治疗。你能丢上来吗？对，丢不上去，好像。有人落了。大三，哎呀，救我！先别接着，我去干一波。不是你别管小陈，你救我就行了。救！有飞机。救啊！我有飞机，救他。别对啊！没事，我自救。OK。飞你们了，他。守着门。前方有危险。没事。倒了，掉了。别。给他补了。死。救他！我去干他！哥，我从右边打哥。等一下我。包子在上面，我想飞上去给他炸了。这边基站有人。好像没几个人了。我就来，别冲。很多啊，你别急啊，你别去啊，哥。又去一个。对，这个又去一个二楼。完了。那个有墙，掉。Nice！ 有人在架，他们有人在架，哎呀，有人偷钱，我自救。他们不是一队的。去啊！我的子弹。闷了。救人加星儿。我下去就跟他们拿捏了，不是我吹牛而已。跟你们说了没认真啊，哥一认真杀起来啊，直接。行了，打下来了。来车了，我这边。前方有危险。金标。看到了。飞顶上了。这儿飞顶上了。
两个。掉，九只了。加血吗？能加上血吗？别急，他死了。还有哪有人？我脸上。爽！我这是被摁黑了呀。干他！掉！我操，牛逼！有钱点吗？来，快，给我丢个治疗。你能下来吗？你能下来吗？可乐，我能下来，劫匪抵达吧。但是我很慢啊。你这没人了。哎，上面。没事。飞哥飞。别急。刚才两枪头，跟两枪头掰他。不止一个，好像三个了，三个。倒。飞下来一个，你也飞呀！哇，他们要没飞起来呀、啊！我的宝！倒，牛逼！掉！没事，我有，没事，我有自救。可以死了。来，我加治疗，上我。闷了。打！牛逼、啊！我们不杀疯了，这把不是。闷了，这不是真闷了，小妹。有没有人给我丢了这个？怎么办？